大家好啊，我系睡觉。咁我今日咧又分享一铺咧玩得咧系几好嘅呢个 Squad Buster 啊，即系玩一铺啦。咁首先呢一铺系 Super Jam Mine， 再加会有嗰啲 War Ghost 出嚟啊 War Hunt。咁首先咧起手咧就有一个好好嘅呢个 Archer Queen 啊 ，Archer Queen 啊分得几多几好嘅。咁首先就见到本身两粒金币嘅，就攞一粒就可以开张，之后攞先啊。咁起手通常一系就系、是、嗱，一系咧就系、是、如果正常就系双枪啦，跟住 Sherry 啦、Goblin 啦同埋 Cold 咯，咁野同埋野蛮咯，野蛮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，因为佢变咗嗰个咩啊？Elite 即系个精锐野蛮之后 E 巴咧就会好劲啊，扣好多。咁我见到呢个 Trader 两星嘅，一个人叫陈月过。我唔殺佢都唔係人啦，係咪啊？你睇而家變咗 Elite 啦，即係嗰個 Barbarian， 咁啊個 DPS 係好高。如果一開始你可以 fusion 到一個 Elite Barbarian 咧，係扣得勁多嘅，所以一點一點咁斬落嚟好好，真係好勁。咁之後咧有呢、這個Hot Rider 可以咧就去，即係如果你踩到草咧就可以，佢會自動幫你撳嗰個 Turbo 啊，你就唔使撳好方便咯。因為通常你都會好煩，一係就冇推我，一係佢成日都撳住咧就好煩咯。咁但係咧，佢嗰、那個Hot Rider 有個好處就係可以即係自己幫佢撳推保住，唔會消耗嗰只，咁咪好勁。咁呢個咧就開始入去中間打，因為都見外人冇一隻。咁通常咧而家開始，因為咁個琴日嘅殺咗六個人之後咧，七個人。之後呢我覺得呢不要再揀龍的東西了，除了這裡呢就殺了他先，是不是他比我哇這麼 Super Jam 最佳頭應該還有50多粒，哇真是收穫豐富。但是呢我現在開始除了 Shrader 之後呢，因為 Shrader 他都算硬開做個盾之外，我不會揀其他龍的，因為我覺得殺人會好過龍咯，殺人攞啲資源好過你係咁喺外圍慢慢龍啊！我都唔明啊，我第一名都唔算好弱勢啊，點解會係咩嘅呢？真係 lucky five 呢一隊啊，大佬啊，同我打你連一個 fusion 都冇，真係唉十九粒，唉真係呀！我因為我所有淨係得呢個Shelly 啊，呢、這個 Magnum， 所以 Magnum 係今季收嗰、那個 Magnum 最好嘅，所以就係我都幾勁嗰個 squad 而家。咁我同佢打啦，咁我咧就攞個 Pam， 雖然係即係就係嗰個一星啊，但係可以有個塔門佢都幾好。同我打頭先仲要打死個 Archer Queen 喎，而家得個 Mavis 兩星住企喺度想打我。真系，唉，唔好玩啦！呢个上细唔想打我，你嗰度煮咁多石喎，有而家嗱，大家睇下有300多粒咪，即系而家剩翻一分钟都唔够，已经有300多粒啦。有嗰啲咩金猫周街跳，真系几好啊！可以俾资源攞。咁首先而家就再拣多一个咩啊？拳头系哦，系啊，应该攞嗰个 Ash Queen 啊！而家咧就攞多一个 Max 咁。都是去攞打嗰啲兵士啊！其實而家兵士唔使打噶啦，活動都完咗。我見佢打嗱，大家睇下，本身有咁多啲 War Ghost 噶嘛。咁同埋咧，中間我見到有一隊打緊，咁梗係抽水啦。你睇下啦，嗱，見揾緊佢，揾緊佢咧，人群入邊揾緊佢啊。嗱，見到啊，呢隊三個、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啊嗱，大家睇下啦，本身咧所有。War Ghost 咧都係唔知邊個嘅，可能係人哋隊啦。就而家變曬我啦，咁而家再曬呢隊，如果唔係完啊，佢仲有200多粒，一定都攞曬。咁我就可以800多粒最多。咁咧，而家大家睇下啦。首先嗱，而家有7個人俾人殺，有五個都係俾人殺。雖然冇琴日咁多，但係殺嗰啲人嗰啲石可以仲多個。咁而家睇下我600多粒系咪之前最多 ？Trader 都冇咁多，但系真系啊 ，Most Gem Health 咧都系65，即系头先最高 ，Trader 都冇咁高，所以咧杀人系真系好过龙嘅。咁我今日就讲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。